大家好，经过几天奋斗，我终于把全神庙都踩点了。踩点了，没挑战是为了录视频，然后开始挑战是为了弄九颗星。九颗星以后就能开启某扇神秘的大门，然后嘿嘿。地图上标记的就是这期要挑战的四个神庙，神庙就不解说了，请自行观看吧。
Thank you.